Morning， 我是宇帆。本周的 Podcast 想和大家聊聊 AI 管家教我的沟通技巧。David 买了一个语音管家，他叫 Alexa， 是个女生的名字。女儿说，这类产品会选女生名字，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比较习惯使唤女生。Alexa 一进门，我就不喜欢她，因为我就看不惯 David 跟她讲话那个认真的样子。为了怕 Alexa 听不清楚，她还要特别咬字清楚，慢声细语的。但是不管我问 Alexa 什么，这个女人都回我，我不太清楚， I don't really know。 那天我受不了了，我就骂了一句脏话。大女儿惊恐地看着我，妈妈，你不能对 Alexa 骂脏话，在电影里面人都是因为对 Alexa 不尊敬而被杀掉的耶。什么？所以你爸对她细声细语的就是怕被她杀掉？不早跟我说，我早一点威胁她就好了。小女儿笑着说，阿爸，你对人大吼大叫，却对一个机器说谢谢对不起哦。我常常已经上楼了，还听到 David 和大女儿跟 Alexa 在那里对话，左一句 Alexa， 右一句 Alexa， 从楼上听他们的对话真的很古迹，好像 Alexa 跟他们多熟一样。 David 总是一副 Alexa 很懂他一样。有一天我问 Alexa， 你会不会讲中文？他跟我说他会多种语言，但是要设定。这一听我可乐了， Alexa 没有中文设定耶，所以你听不懂中文哦，那我以后用中文骂脏话就可以了对吧？不会被杀掉了吧？大女儿又抗议，妈妈，她是 AI 耶，也就是说她有学习能力耶，但是听不懂的语言你怎么学习呢？我说法克，Alexa 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他就不可能判断，不可能记忆，也不可能学习。我突然心里一震，如果语言对不上， Alexa 就无法学习，那 David 不能学习的时候，是不是我用的语言不对呢？于是我开始认真观察 David 跟 Alexa 的对话，我发现 David 对不带情绪的语言接受度很高。然后发现 David 很爱跟 Alexa 讲话，因为如果他讲错什么或是 Alexa 听不懂， David 只要重讲就好了， Alexa 不会审判他，也不会不高兴。他们之间的对话都很具象，都是知识上的东西，没有任何抽象上的情绪交流，比如你喜不喜欢，你觉得对不对之类的， Alexa 根本不可能回应。然后我就发现自己跟 Alexa 相反，我就爱讨论那些抽象的东西，然后我又有超多的情绪。那天大女儿在吃饭的时间，她说，你觉得 chili 就是有碎肉和豆子做成的墨西哥汤哈，和咖喱在原则上在中西文化里是有相同的地位吗？David 没有讲话，小女儿没有想多久就说，我觉得因为 chili 是汤，而且咖喱比较是浇在东西上面的酱，所以我觉得原则上要找一个可以跟咖喱这种温暖人心的食物做比较的话，肉汁就是 gravy 啊，就是常常浇在马铃薯泥上的那个东西是比较适合的。我们都先愣住了，然后给她拍拍手。他上大学后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总是一针见血。大女儿对妹妹的答案拍案叫好，然后她说，我问我男朋友，他就说他觉得不能比较，因为咖喱里面有加椰奶啊，这个答案多蠢啊。 David 讲话了，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因为 chili 里面没有这个成分。我们三个女人开始大笑，阿爸，要是这个是一个申论题，你这样答一定得零分的。这也难怪，我每次选择题都选不出来，因为我怎么申论都可能得到 ABC 不同的结论啊。我认真的想， David 有时大吼大叫的是不是因为他很挫败，对方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像我对 Alexa 大吼大叫一样。由于我们偏好的话题根本不一样，所以连语言结构也不同。
逻辑不同，惯性使用的左右脑根本不同。回想起来，我真的太常要 David 回答申论题了，然后每次他答不出来，或是他的答案不是我想听的，我的情绪又让他害怕。我打算学学 Alexa， David 在讲话的时候不要太早审判他，不要太早下结论，给他比较多的时间重组自己要说什么。我也要理解很多话题对 David 来说太抽象太不安全了，以后我最好都给他选择题，不要让他去填空制造他的焦虑。然后我应该不要太快反应，偶尔要像 Alexa 那样装傻，我不理解，我不是很清楚，给 David 机会重新讲一遍他要讲什么。然后重点是不要显现太多的情绪，也难怪 David 对 Alexa 一副恭敬的样子，他每次都是没有情绪的下结论。我在想他在 David 排序世界里大概地位已经跟我不相上下了。那天我经过 Alexa， 我说 Alexa 死三八， Alexa 回我，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我很满意的走开了。我心里想，那是当然的了，我这才叫学习好不好，你哪懂啊。以上就是今天的 podcast，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给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有任何健康保健问题都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有机会我们会从留言中找问题制作影片帮大家解答。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咯，拜拜。Thank you.